是六种那种高台式的分别，然后那儿。弄啥？弄那是那个菜是不是？你看他们，他今天在他们这摊子看。嗯。要不然咱到那个会场楼下拿了菜。嗯嘛，在北京以后谈恋爱，你过来谈个恋爱都不容易，还钱呢，这都是钱呢，讨厌呐，我跟，这要份同伙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说吗？是的，俺说了的，你有啥资格呢？别扯。嗯。啊，那。啊。嗯。啊。
你的姑娘给点视频。Thank you.